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自频道。我呢叫于鹏程，道号三成，江西龙虎山天师府弟子。我呢主要这个是做中医的，然后也是国际针灸医师。我主要擅长用针灸、正骨、刺血、艾灸等等中医的这些方法来解决各种疑难杂症。同时呢也帮大家提供健康咨询，如果大家在健康方面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留言给我，然后不要忘了订阅转发哟，并且呢就是说我会就是经常给大家更新一些中医学习的视频，让大家就是能逐步的慢慢的然后能掌握住中医的精髓啊。好的，不啰嗦了，订阅哦，拜拜。